他们都在。丁宇常跟我说，年轻很值钱，但不努力就不值钱了。我们可以被打败，但不允许自己站不起来，就算跌倒了也要往前跌，因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往前的一小步，也是成功的一大步。我以后要学习 Daddy， 像太阳一样照亮他人，成为他人的贵人。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起从平凡走向巅峰吧。